美，我是第一名 Tracy Kwok， 谢谢。第二名，我讲啦，第二名啊，王雅美啊，他这个第三没讲啊，哦，我是第三名了，李丽娟也是第三名，第三名李倩明，我是没有名字的，我是 Angela Yee。Angela。OK， 哎呀，我叫 Tracy， 新郭的，就是很荣幸今届在那个广东同乡会的那个比赛得了冠军。我的冠军菜是水晶鸡，它的主要材料就是鸡了嘛，就是鸡胸，把它就是腌好，用姜葱腌好了，放点盐巴，然后就把它用鸡汤熬，熬好以后呢，都拿出来把它切好一片片，就是然后在那个鸡汤里面呢，要放那个 gel， 把它，然后把那个汤呢放在那个鸡里面，就放冻冷冻上就可以了，谢谢。